金花，你五岁咯？五岁，我十岁，什么五岁啊？大哥咪来讲，要介绍伊吹风炮，要让你做你阿婿，对无？对啊。我写下批示，来到家中向阿姐接受。你敢知影？金花，你先做好养我吗？是一个大美人呢。听讲，吹风炮，伊阁毋捌看过你先做安怎样？这是相亲，啊，所以我就。就是伊来代你替你相亲，还感觉真好奇，究竟我是先做安怎样？哦，你就你的用意，对啊呀。是啊。伊我阿爸呀。所以相亲就把我叫做一话哦。那伊内先你啊，小小细小干弟弟，你是一个千金小姐呢。对啊，所以就要跟我比哦。无唔对啊。现在，昆宝国家是啊，像囝富可，伊会当在条为官，伊才做成状元夫人。是啊。嗯。好，哎，拄好我在拜的。你人袂识嘞。我都袂记了。是啊。好啊，我来袂记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还要要讲讲啊，拄好我在拜一个，会惊袂哦？袂啊。你先别听啊！别听哦，别听啊！你的来这个啊，阿伯我不给你拜啊！小姐，你别安尼讲啊！只要你别误会就好，我会安尼心思，我拢是为着你。对哦，真的。阿来哦，阿娘。所以。我要来做你管家就好。做你管家，都爱偌济，你就做你看。我要了老百姓哦。老百姓。我要了官家了没啦？你怎么都惊了？我袂当惊，我一个姑姑。啥姑姑？是啊，是啊，姑姑姑姑。哦，你意思我交钱要做你嫁妆就对了啦。对啊，对啊。好啦，你爱什么阿娘答应你，现在阿爹不在家中，你婚事由我来处理。哦，阿来要办结婚阿爹，你再来办结婚阿爹。好，小小来到家中。